每天做音乐走第一题，后面的音加 ，to do something，or it's time for something， 该做某事的事。English class 是名词多音，所以这个是 A。It's time to。音乐走。第四题，我和他有特殊一个词等于到的问句，它是特殊疑问句。特殊疑问句的构成是特殊疑问词或再一次疑问句。含有 be 动词的一般疑问句，我们应该把 be 动词提前。音乐走。它是一个名词，所以第五题 ，Look at my。